我住在上海静安区的一间小公寓里，三层。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我的法压壶和中度烘焙的阿拉比卡咖啡粉，做一杯香浓的咖啡，开始我的一天。我叫杰森，今年27岁。我认为人就要活得精致一点，每天的膳食要均衡，还要严格保持运动的习惯。早上起来，如果我的脸有点水肿，那么我会选择先戴上冰敷眼罩，再去做卷腹运动。我现在能做1000个了。冲澡的时候，我会选用带防脱效果的洗发水，清洁的同时刺激生发，一箭双雕。至于身子，我会用一块任意牌子的紫色肥皂，那是我最喜爱的肥皂颜色。快递。沐浴后，我会涂上一层抹茶草本面膜，让它在脸上停留15分钟左右。在等待的时间里，我会去吃早餐，我最爱的酥脆蛋卷。杰森只是一个意象，一个符号，仅此而已。真实的我并不存在，而在你面前的只是一个漂浮在虚实之间的灵魂。没想到这样的我也会天天为猫猫而烦恼。